百姓才会就是理性呢？是不是理性呢？因为你们一面在拆坏，一面你们与什么心愿，凡是合理的事情，也可以祷告，也可以请求上帝啊。上帝一定会照顾我们与正气的同分，凡是正气与正气的同分的请求，都是正正当当，上帝一定会接受。这样子才能做到天人亲我，天人合一啊！就在这个一刹那时间，我们在翻身的时间，我们的牛铃也在上面，同我们的凡铃、牛铃同凡铃合起来，牛铃在做较量，从这样做福音中在做较量，把我们的意思做到上面去。我们敬的天地教，需要引天地教的道。